鱼缸里面的衍生品，这种小螺，缸里面非常多，长了好多好多，这没办法控制，缸里面又不下药，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药能把它们杀死，就让它长吧。这种东西繁殖力太强了，很容易爆缸。这里面就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吃这个螺。